今年的主题其实就是兄弟爬山继续努力。那为什么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在最近我们不管是香港在台湾的香港议题，以及在国际之间，都各自都会有一些乱流。我们会想，那我们当初2019年大家所说的那一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就是大家以共同目标底下其实继续努力，那个精神到底去哪里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的行动，透过这个机会，然后虽然说今年还是在疫情期间，可是我们不能办很大型的一些行动，或是我们的活动的类型会被限制，可是我们还是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活动，在六月今天。那之所以会选在六月今天，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其实在三年期间，2019年的6月12号，其实是正式在那时候还没解散的民政所举办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反送中的游行。香港，香港，香港真的，香港独立，台港同行。好了，我们把我们挥起来，尽量挥起来，让我们看，好，来，光复香港。光复香港，今天很难，是不是？光复香港，光复香港，光复香港，光复香港。中国政府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甚至越演越烈。去年一整年，已经摧毁了60多个公民组织或独立的媒体。而香港的法院这些年不但无法阻止香港公民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崩溃，还进一步对独立的新闻机构发出搜查令，重判和平示威者，以各种不合理的理由拒绝被告保释，以严入罪等。香港过去最重要并且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台湾必须把政治庇护和移民分开来审视。对于热爱民主自由的而到了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人，我们应该开启并把庇护机制法制化，让他们在台湾能够顺利的生活，而不是放任中国政府剥夺他们的人生。真正的在政策面落实声援香港，这才能让标榜自由民主的台湾真正赢得世人的尊敬与支持。在反送中事件经历了13年之后，其实发现不少的香港人正在面临现在的二次流亡的这个困境，就是他们过来了这边，但是可能那居留证不一定会延续下去，对，所以可能他们有些人正在打算要去英国，或者是要冒险回去香港嘛，但这个不太可能，对，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香港人的确是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对，所以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出于这个尊重跟理解当地的一些政策，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比较无奈的只能观望这个政策上可以继续的接纳我们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接不接纳与否，其实除了一个政党的执政上的问题以外，我觉得还有就是
可能在民生上我觉得也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香港的族群其实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放心去接纳我们。当然我觉得从香港人可以做起来的会比较多，因为毕竟我们是走进别人土地的人，对，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香港人可以做的就是第一就是继续努力，然后在才华跟实力上可以做到有影响力的人。香港来到台湾的手足，台湾的政府至今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永久甚至是长期的措施可以来对这一些香港来台的手足有任何的庇护，有任何的保护，甚至是在台湾可以来让这一些香港来的这些居民可以有长期的就业就学的各项保障。这是执政党在过去选前所做出的承诺，也是台湾的年轻人从2019年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亚洲自诩为亚洲的民主灯塔一起来对抗抗中保台我们要做的这些誓言这些承诺。而我们也会持续的监督台湾的执政党，也认为台湾的执政党甚至是台湾的在野党应该要一起来筑起这个民主的堡垒。所有的国家在使用庇护机制的时候，他们会先让任何的寻求庇护者少部分会让寻求庇护者在国外就可以申请庇护，但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当事人到达了他们的国门或者是某一个集合点，例如说美墨边境或者是地中海或者是希腊之类的，在到达地点之后可以开始进行申请。那开始进行申请之后，每个国家会有不一样的规定，但总体而言所有的国家都会对难民进行难民的审查。这个审查包含国家安全的审查，包含对于这个人是否符合所谓难民这样的定义的审查。审查如果通过，基本上这个人就可以获得难民的身份。什么叫获得难民身份？就表示他在这个外国这个寻求庇护的国家会有一个身份，确定他可以在这边合法的居留。合法居留之后，他就可以有权利，不管是要念书或是工作，可以再进一步的申请。这表示他在这个地方至少是一个合法居留的外国人，他不用担心自己可能因为工作是学校的任何变动，只要跟生活上任何变动，就必须要他的居留的签证就会出问题，那就可能就要暂停之后要离开他所待的这个庇护国。但台湾政府协助的方式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一套方式不一样的点是，这些人并不是会获得一个难民身份，那这些可以获得协助是他们会被陆委会在协助陆委会的交流办公室协助他们再去跟学校报名申请，然后去入读学校，或者是他们可以去寻找工作，但寻找工作所需要依照的条件当然还是根据一般来说一个台湾的公司该怎么雇用香港人的方式，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香港人在台湾寻找工作是有困难度的原因就在这里。他如果没有办法维持他基本的生活技能，没有办法至少去学校上课考试，没有办法去每天的上班出勤，然后被老板开，如果没有被老板开除的话，他就会导致失去他的居留，因此导致他在台湾会没有身份。那当然台湾政府目前为止是最低标准的，不会再执行不遣返原则，他们可能至少不会直接被送回去香港，但是他们在台湾就会从此进入黑户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呼吁，如果不立难民法，台湾政府至少要有一套清楚的制度，让这些人的到这些庇护专案里面的这些专案的当事人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循，知道他们的身份该怎么处理。如果台湾政府不想要选择这一套直接开放全部的定居的申请资格的这一套做法，那就应该要选择前面这套庇护制度。台湾政府不可能哪一套路线都不选而声称自己在撑香港，这叫名不符实。如果我们再不面对在台湾香港的人权，在台湾香港人如何有长期居住的保障，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过去自诩为亚洲最民主对抗中国对抗威权的前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一起共同面对的事实。其实我们来到这一边都希望同一条心，都是对于共产党的政权的不满跟怨恨，
而且更重要的不是怨恨那么简单，是化悲愤为力量，是跟台湾站在一起。所以第四个重点是不止反共跟抗中，还要保台。更重要的，我们要谦卑，因为台湾的社会基本上要面对非常大的国安威胁，我们必须要好好深刻的体会。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把我们所知道的跟在地的台湾人分享，能够让他们更了解共产党的操纵。台湾没有责任去接受任何的移民跟难民，但台湾要严守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还有这个国民的整体的福祉的基础上，给予啊很多这个需要他们的人应该有的帮助。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良性的建议。当然台湾如果说不给我也不会去怪，但是我想说，台湾既然是自由的台湾，称香港的自由，我相信这个事情，我感觉到有人已经在这个地方，而且是好好的生活。我想说真的要区分移民跟难民的不同，移民的政策是一回事，难民的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刚刚讲是难民的情况，那我希望说移民的要全盘检讨港澳条例跟有关香港移民的政策，但是在难民方面要好好帮到实处，可以用低调务实的方式能够落到实处，功德无量。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们经历过二次流亡的经历，就是来到这边或者去了别的地方，又去流亡到第二个国家啊，比方说到台湾再到英国，或者在英国再到台湾来，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我与其说是一个问题，应该说是我们面对不同政府的政策有多透明、有多具体、有多时间上可以预期等等的事情才是一个重点。如果台湾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比较透明的政策，功德无量。也谢谢台湾一直以来帮助香港的手足，我们也会谦卑奋斗保台湾，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台湾的各个层面可以重新思考，甚至考虑可以断绝跟中国相关的一些城市组织或者是学校一个姊妹的关系。就好像前面有都已经有提到的一个上海跟台北之间的一个三城论坛，那目前大家都知道每一天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军机的绕台，那这种的交流情况下，其实对方是拿着枪对你跟人交流，那这种不是交流，是一种恐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必须要做出一个抗议的行为。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台北市政府可以就是遵守就是之前的一个协议，就是以这一个情况底下不要进行这个，除非中国真的是真正施出这个善意。那其他层面上面可能前面都有提到，这是一些民间组织的交流，可能疫情开关之后会有，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台湾各个的民间团体或是各个组织的交流的时候，不要沦为对方的大外宣的素材或是一些统战的手段。这是呼吁台湾的政府重新认真的去检视港澳条例。我们都知道港澳条例其实是从1997年的所施行的，那香港的确是有很多变化，而港澳条例不只是保护香港人，它同时也是保卫台湾人的利益。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香港的状况有变动，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我们也不会希望香港的情况可能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台湾再次发生。所以我们也希望台湾政府透过这些机制，然后可以帮忙到香港人以外，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是支持台湾政府对于目前交流办公室的一些政策，可是我们也希望这些人道救援的专案，甚至有一些之前没有进到人道救援专案的从一般的途径来到台湾的一些抗争者，甚至可能是一些他们的就是一些身份上面可能国安上面的审查，的确我们是认同必须要有的，可是也是希望台湾政府可以回应他们的诉求，把那一些除了人道救援专案以外没有进到专案的，也是把他们的需求也考虑进去。那我们今天其实接下来也会除了六一二的活动以外，接下来还是会持续不停的行动，也希望可以大家去继续去关注，不管是香港边境青年或是各个香港议题的。